现在我是肯定已经信了啦，但是家人因为我自己才接触了两三个月，一下子不能就是说服家人，但是我现在慢慢的就是在就是慢慢的在跟他们说这些方面的内容。那现在家里吃荤的话一般就是说不吃活杀的，这是我肯定知道，那就是说一些不是活杀的，就是尽量他们就是我尽量让他们吃一些不活杀的会相对好一点，是吧卢台长？那当然了，吃冰冻的呀。对，就是一些比方说海鱼它就是捞上来就是已经死掉了，那那种就是会相对好一点，总归好一点。好的好的，那我就尽量让他们就是先吃这些，因为我一下子我自己是已经就是注意这方面了已经。还有你告诉他以后要折寿的，吃活的东西晚年一定折寿，100%的。这些东西我跟你说不是开玩笑的。知道知道，我因为知道这个，我就是我是已经完全100%的信这个，我已经完全不，因为家人的话，因为我要给他们一个过程，因为我怕一下子做的太怎么样，就是怕你们就是比方说就造口业啊或怎么样，我所以现在就是往这方面就慢慢在引导。嗯。